孝顺，我孝顺，他孝顺，谁才最孝顺？如果你要你的孩子孝顺你，你就要先孝顺你的爸爸妈妈。这就是孝顺。我有一个非常伟大的妈妈，不孝顺她，我还是人吗？我没有爸爸妈妈，他们是我的好朋友。This is the highest level of 孝顺。四个字，不择手段。我要你去挖出他们的秘密。我要的是收视率100万。等一下，林北要加价，没有25万，林北是不会跟你们合作。你做什么鬼担保人？50万呢？不是说好500块的吗？Uncle, kita suka cakap baik punya mak. You tak boleh macam roti perancang. I know. The winner is going to get $1 million. Ani gen lui ha. Nah, 100万, 200万, 300万, 免走。我要进 MU, 你们懂不懂的？左边的车有人在拍。左边。No. Look, look, don't look down, no. 你没有听到刚才有人讲我们的节目不够 complete 吗？你还吃什么 complete?下个礼拜就是我们的大决赛，我们就可以看得到三位参赛者对他们父母的孝心行动。妈妈是被是你自己做错事，你要敢来骂我？够了啊！不可以这样跟你妈咪讲话。不要拍了，求求你不要再伤害我妈怒了儿子。这是我的节目，你在现场节目打我。少了200万 ，OK 了。Camera look 你，你不要 look camera， 知道吗？那准备好各就各位了啊 ，Step one。